您前阵子一定有在网络上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影片，这是一个医师跟他的辣妹护士一块跳骑马舞，引发了网友讨论。而其中这个整形名医洪心瑜，他也搞笑登场，但这一次却被自己的前女模女友指控说，他是借着医师的身份在手术室偷拍女病患裸照。整形医师跟随辣妹护士大跳骑马舞，一戏爆红。其中穿着医师白袍、头戴假发，就是整形名医洪心瑜。混血性感女模李玮九月到地球行径，有如李宗瑞翻版，还把管制麻醉药带回家，将约到家中的女性友人施打麻醉。有人因此控告洪心瑜猥亵未遂，还有女病患跟她发生感情纠纷，跑到家中要寻短。